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男女情爱初时美好终究暗淡啊。皇后娘娘有空自个儿在这儿唉声叹气，还不如想想沈公公说的，怎么简简你这一身五花肉舞吧。本宫可是每天快走一个时辰，慢跑半个时辰啊，我要找回我的水蛇腰，让我的景仁宫重开夜夜笙歌呢。想要减少5公斤的体脂肪，快走5天5夜，不能休息，不能睡觉，不能吃饭，不能喝水，才能办得到。那骑车有用吗？别傻了，自行车可是要狂踩6天6夜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不喝水，还有可能减得了5公斤的体脂肪。本宫没救了，一众送臣妾先帝光绪喝的天子藤茶，有助于不易形成体脂肪，尤其是迈入中年后啊，要那个代谢慢慢下降变慢，只要代谢控制得好，恢复体态绝对不是梦。不过你刚才说什么中年？皇后娘娘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天子藤茶是经过国家健字号认可的，是只要8周就可以有感觉，效果相当，喝了168瓶的绿茶呢。如果可以让本宫重回皇上的怀抱，本宫一定重重谢你啦！还不快告诉御医，那个藤茶都是本宫的，不准给别人知道了吗？